好，不好意思，那就开始我们今天正式的表演。再来第一首歌是首粤语歌，那也是因为就是前阵子香港的事情，大家应该也都还就是大家都有看到，那就是不再多做一些自己的想法或什么，但是我们就用这首歌献给香港，还有大家就是关心这个世界的大家。第一首歌《光辉岁月》。Thank you.
接下来带来这首歌呢，我想应该虽然台下这边有就是可能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，就是这个年代的朋友们，还有一些可能就是我们爸爸妈妈这年代，或者是我们小孩，没有小孩，就是这个年龄层，但是大家对这首歌应该说这部电影其实应该荼毒大家蛮久了，也不能讲荼毒，就是让大家回味无穷。什么？不是在跟我讲话。好，这首歌就是让大家回味无穷。那这部电影呢，这部卡通呢，我再怎么 say 梗，这个大家就打得呼之欲出，所以我也没有打算要 say 梗。那这部卡通呢，每次转到它都还是会很想看一下，就是会很认真的把它看完，因为它实在是太有趣了。OK， 接下来这首歌呢，因为刚刚前面有稍微介绍到我们感冒这个症状，而且也不是故意的。故意要博得大家同情，是真实的感冒，所以那个到时候这首歌重点的那三个字，大家一定会自己的协议，你们都协议都会唱，相信自己，所以就是帮我们一起唱，我们让这个文字就是那个感觉，好不好？好，这首歌不介绍了，直接来。写下那野火压境，谁知谁想？